Millbury 市现代汽车试驾活动。现代汽车在 Millbury 市举办了试驾活动，多款2018年新车供市民体验。由于现在社会推行环保，所以今年现代汽车新增多款环保车型，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有纯电动油电混合的 Ioniq。 现代汽车的市场营销经理 Johnny Liu 表示，2018年汽车加入多种安全的配置，像一些比较先进的安全配备，比如盲点侦测，我们甚至把它列为标准的安全配备，您不需要额外的花钱，就已经包含了在最基本的 model 里面。除了 Ioniq 之外，2018年还有全新设计的 Sonata 房车，还有 Santa Fe 越野车 SUV， 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。天下卫视记者吕健锦报道。